Hello， 大家好，小爱，好久都没有做手账了，今天我们来做手账。哎，不用贴纸，用手画好吧？好吧，想用贴纸也没有了，好久都没买贴纸了。今天用新铅笔来做。哎呦呦呦，还藏哪儿去了呢？哎呀，有没有同款孩子啊？刘小爱每次买个新东西，她都舍不得用，都先要藏几天，收几天。哒，这啥造型？当代21世纪女子最流行的发型。啥不咋？这套电动文具的外包装盒很好看哦，这打开里面的颜值也很高，白色的。今天就让他们全部正式上岗吧，不收钱了。这个是电动小笔刀，桌面清洁器。对，这个是橡皮擦头，这个是电动橡皮擦。动动铅笔，今天重新这支铅笔吧。好，我喜欢细的，给它调细一点。这一套电动装备太齐全了，这是学生党必备的重要好物。哎，它不是削完之后会自动停止吗？你干嘛直接给它拔出来？它这个削得很快的，一插进去就可以拔出来了。我要开始做手账了。好，万事俱备，只是差脑子了，还在思考中。刘小爱的这个削笔器真的很好用，我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。它这里还有5档可以调节控制那个削铅笔的粗细，用它来削铅笔真的是省时省力，方便又卫生。我要开动了。班主任写的不好，全部给他擦了。这刘小爱写了半天，又全部给他擦了。他说写的不好看。擦了3遍了，姐们儿，刘小爱干啥都特别认真。在画班主任吗？我喜欢享受慢慢的月亮，每天都奔跑在阳光和大地，所有的烦恼。好好好好，今天咋回事？以前我们刘小爱可是一支笔一笔画啊，擦了画，画了擦。OK OK， 画漫画了这是。这还好有这桌面神器给你擦，要不然这桌子上全是你擦乱七八糟的。再涂一遍啊，描一遍。那为啥不直接用那个笔画嘞？要用铅笔？我一写错。哦，铅笔可以擦，这个不能擦是吧？嗯。我真的好佩服刘小爱的耐心啊！写错了算了呗，擦不了了，算了，就给它划一下，还用这个高光笔来点一下，给它划一下不行吗？最后再把之前画的线条擦掉。嗯，你不怕你们老师看到了吗？没看。这就是你心目中的老师啊？不是啊，他本来就是这样，还是你自己想象的？他本来就这样。已经混账东西。你们说这是手账还是漫画？应该能算漫画，也能算手账吧？对，反正手账都是记录是吧？嗯，个意思。你们仔细看看有没有同款班主任。